哦，漂亮漂亮，这 OK OK 的啦。好，天降一来啦，18014没有78，没有 G8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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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忽然间觉得四秒转速好长哦，超长的，因为我已经习惯那个速度了。哦，所以如果转速实力不够的，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练习哦。马上就按了哦。哇操！你还可以把它切开啊！你太强了吧，平民百姓！哇操！我是佩服你，可以自己把它切开。你要自杀也不是这样自杀的吧？啊，我自己看到都傻眼了，说实在话。哦，这只真正做好用的，真正。哎呀，来不及，少一康。哎，他没跳，干他没跳，我他妈我要跳了，我是跳楼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百姓转哦。有没有过去？有过去，有过去，他有过去。那么这关就直接来了，有没有？这怎么整满消啊？说真的，我想一下。这样有整版吗？干，你这样还没办法整版，乱转一通啊你！哎，不行哦，奇怪，我乱转过得去就好啦，是不是这么说？是不是这么说？过来。哦，吕布队哈。4回合，我想在那边磨技能呢、欸。想在那边磨技能，跟你讲哦，33消或43消都可以。艾格莎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磨技能，因为他重点转是强化的，还蛮舒服的，真的，我自己觉得很舒服啊。哦，感谢耶凤提供的这一对哦，看起来稳定性还真的还不差，还不差，真的还不差。
突击双重燃烧哦。哦，人类队长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谢谢婷家给的那个资讯哦。前夫人不见了呢哦。我靠北，我休息，我休息。这关只要300多万而已，应该可以直接读。漂亮。来去对啊，靠背啊，怎么都没攻击，攻击数那么少啊？跳，再跳，我想想看哦。应该是这样玩。再给他突击一次没关系，我的判断是要这样打。我按珠有点少哎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颗而已。吕布转砧板上去，如果突击，我上面没有新珠，我突击就死了。可我现在让他锤扣血反而比较多。我要打多少血？不行啊！我全部人都开下去，还打多少血？一定要一波弄下去了、啊，600多万呢、欸！我赌天空有两有那个三颗暗珠，我赌天空三颗暗珠，我不赌新珠，天空三颗暗珠，两颗暗珠啊，讲错了，来。再来，哎呀喂啊，有点危险啊！好在吕布够 OP 啊，漂亮啊！龙哥卖中，没事，龙哥卖中不高一楼诶。这边磨磨一下啊、哦。哦，所以为什么我喜欢跟观众互动就是这样？你们觉得这队稳不稳？文啊，有没有高手？有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懂了吗？一个人，我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？要跟你们一起玩才爽嘛！这样打起来是不是很爽？舒服，舒服，整个就是舒服啊，舒服啊，舒舒服啊！给他打，给他打，没关系。哦，我现在玩起吕布队，简直啊，得心应手啊，啊，如鱼得水啊！啊，翻山搅海啊！翻山搅海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如果玩过武将争霸，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你来，我来攻起来哦！欸、玩过武将争霸就知道。哦，这就是舒服，真的舒服。现在多了2秒，哎、欸，原本2秒，现在变7秒，哎、欸，差很多哎、欸。因为我已经附加消除弄掉了、啊。哎呀，不小心打到他了，他会死掉吗？哦，这再也不会死。哎、欸，可以了哎、欸。那个5颗5颗，你要弄5颗，他才会集气。这个5颗嘛，哈，是这个5颗的意思哈。哦，时间超长的啦，我现在用吕布简直是啊，躺着玩呐、啊。啊，没有躺着。哎、欸，消5颗暗是不是？我是不是不是我是因为很少用这一只啊，优格图很少用。消5颗暗是不是？
他好像是 要五颗暗。斜转哦。调一下哦。怕星珠不够力，我们多补一点。读期末配百姓舒服。考试加油，考试加油，要考好啊，知道吗？要考好，真的，其实我会希望你就直接去看书了，怕看节目，对，会影响你考试这样。有没有，因为整晚在那边看期末考试的题目，在那边都一直在那边笑，有没有？撞啊！但是回复力有点危险哦，各位。虽然说回复力真的很棒，可是还是有点危险，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这好难挤哦，这五颗暗。叠珠哦，叠水珠啊，叠水珠，走，附加家属守六回哦，问冲 what about the plan？ 嘿，我管他、啊，管他什么东西啊？700多万了，我想一下。暗珠没有很多，这时候要善用这一张卡牌哦。对啊，它是转光哎，好像没什么用哎。不过它会整强光啊，有一点点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可以，够多。钱夫人哦，哎呀哎呀，少一康少一康，吕布走吧，故意的啦，故意的啦，一边看还一边看阿红的台，还考校牌133，还不错啊，不错啊，133还蛮厉害的咧。他们学校多少人啊？就不开你的玩笑了，应该是很多人啊。问号服死哈，我看一下，下一关是带点八公中改，哎呀，少转一康，带走，哎呀，我的真伤没了，我的真伤没了。那我就用吕布自己的真伤咯，抱歉咯。大家等于八公盾改哈，这个难度来了，因为你没有转全，你爆发不够。我想一下，对，这一定要这一关开。我偷看一下叠珠谱，
这个是从 PPT 那边来的，这个人叫做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我不要，这个我把它删掉。小可，叫小可的全体八 combo， 看起来蛮简单的，我来试一下，来试一下小，因为我是从别的群大家分享过来的，是从小可，不是小许哦，不是小许，全体八 combo， 我来试试看，该不会只有一组全体吧？我没看过那个样子长什么样子啊！我没看过那个样子长什么样子啊！听说是这样啦，全体八钢吗？这样有全体吗？这样有吗？哪里有全体啊？只有一组而已啊！不是说八钢吗？不是说好的八钢啊！我转错了。小可不是说全体八康博吗？还是我柱子被吃掉了？妈呀！算了，我干，可能是被吃掉，可能被吃掉。哭哭哦，还好啦。我眼泪有很明显吗？应该是没有啦，应该是没有。妈呀！来吧，主角，迪卡，来，手转啊，自己自身自食其力啊。5678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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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转错了，真的假的？飞虫小可，我不知道，是叫飞虫小可吗？因为是群里面大家分享的，他有写作者是小可啊，至于是哪个小可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很重要喽，非常重要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15颗火，尽量做5颗，做5颗就对了。哦，这边没办法，这边没有多的珠子，我就直接拿来用了。我刚到底削几颗啊？我你妈妈的逼耶！我刚削几颗啦？我不知道我削几颗。等一下，我们这时候有可以 replay 就是好处。1 2 1 1 2 3 4 5 6 7颗。七颗哦，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哈，三颗火珠，谢谢您，感谢您，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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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要小了，一二三四五号，五号，我看提起一个来开始摘，漂亮漂亮啊！哇，这转珠啊，太长了太长了。啊！啪啦噼里啪！哎，来来，干你！呜呜呜呜！节目效果，转个心就补一下了。他有可能是5 combo， 所以我就手转5 combo 起跳就可以了。你心里要先算好5 combo 啊，这么讲。心脏刚跳了一下啊，一 combo、两 combo、三 combo， 他是4 combo 哈。这边你技术好的人可以像百姓一样做个叠珠。啊，这叫做技巧啊，各位，应该不会送走他吧？妈呀！一二三四，技巧好的，哎，靠北，这边没有叠到。哎，为什么一直出现骷髅头啊？他到底打多少血啊？不是9000多位吗？哎，真的9000多位死哎，会死哎。一二三四，四钢爆哈！哦，技巧好的可以跟板象一样做叠珠啊！我不是说我技巧，我是说你们技巧好的话，可以像我一样做叠珠。不是说我技巧好，这很重要，不要替我套什么帽子啊！那个不要一直霸凌我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一钢爆，两钢爆，三钢爆，四钢爆。哦，
这边没办法做叠住了。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好，技巧好，这好像没办法叠，那个新珠没叠到 ，OK 啦哈，这队应该 OK 啦，感谢耶哄啊，我又多了一队示范队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刚才又打不过，不行哦，不能打不过嘛，我要拼命转珠没，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。三 combo 是故意的哦，是故意的哦，我怕送走他了。我看你的 CD 好像都还没跳啊，哎全跳了啊啊！干，明明自己转不好，牵拖，不要这样嘛，不要转不好，牵拖人家说什么那个啊，是不是？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哦四 combo， 你还有没有一 combo， 还有没有一 combo， 还有没有一 combo？ 哎没有转不出来了，卡死了。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， 几？哎呦喂！好，你可以送走他了，不要再玩了，等下死掉。combo 两 combo， 大大的三 combo， 大大的三 combo， 有没有叠珠啊？没有。一 combo 两，一 combo 两 combo。三 combo， 奇怪，为什么卡在这边碾不过去啊？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啊，他不让我过去哎。五颗哦，五颗威力比较大。哦，自从我玩了两秒转珠之后，我忽然发现用 replay， 我就好棒棒啊！啊，好棒棒啊！我留了一个强化暗珠啊！啊，我是故意留的，五百万而已哦，还好啦，五百万的保险。不过我的攻击珠怎么那么少啊？看优格图，前夫人哦，应该是 OK 啦，应该是 OK 啦。我想想看哦，我觉得我自己手转好了，先不要乱看叠珠谱，叠珠谱你没试过很危险。手转过去，好，征求各位的意见，到底这时候是开龙科绿暗珠呢，还是开主角下一颗？下一波那个啊，下一波赌天降，因为你不可以转嘛。七加六是十三了，我刚转错的。吕布猛哦，吕布猛啊，白哦，白信猛啊，好说好说。电玩展会啊，会啊，会去啊。对啊，万对万字转的没错，他是万字啊。我想想看哦，龙科，随机扶持转水，不能开龙科哎。对他随机扶持转水。直接转好不好？确认一下。对啊，进去了是不是直接转了、啊？进去是直接转吗？干他进去，他妈我的暗珠全部变水珠就好笑了、欸。有没有人知道？一当百各位进去他直接转吗？我手回随机扶持转手回，应该进去就转了，不用看了，应该进去就转了。他得把我暗珠转掉，我哭哭了。主角一定要留着。主角一定要留着，对啊，那开龙科被转掉、啊，主角要留着。我不用开龙科就可以干掉他了，刚开龙科我可以多活一次啊，所以不开龙科直接手转带走啊，这是我的精辟的一个判断了，有没有？哦，精辟的判断啊，精辟的判断。啊，开天，开天，开天，转水珠。哦，算了，有没有看到技巧来了？技巧来了，这很重要，这非常关键哦，大家一定没有注意到什么技巧。到底平板型要说什么技巧？到底要说什么技巧？哦，就是横直行轮转水滴血高连击，横直行轮转水滴血高连击，1.5倍。
干，我按出好少哎、欸，1000多万哎、欸，赌一波啦，我先赌一波。哎、欸，贾斯汀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其实我在上之前讲的节目当中讲贾斯汀，是在讲这位贾斯汀啊。对，哦，注意看哦，只有两个光珠。跳，哎，干，你也真不给面子，再跳一次会比较好看嘛。哦，所以我现在会有几颗暗珠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颗，九颗暗珠。可我现在有1.5倍攻哦，有点少哎。哎、欸，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颗暗珠啦，应该是可以。我是觉得龙哥打比较痛啊，个人是觉得龙哥打比较痛啊。大家都讲说要加主角、啊。这样好了，我来算一下好了。干，不用算了，直接一波弄过去了啦，算不算？我想一下。我要打1656万，所以一次要打300万哎、欸，300万哎、欸，这个是开不了了，300万哎、欸，我思考一下。来听下面同名的人哦，不是，我讲了贾斯汀是在讲上次那个新爆气流斩的东西。大家都说龙哥哦，龙哥一定是比较多啊，可是主角我的手转是我的手转的问题。好吧，各位一波7给我吧，按照各位的建议，我开龙哥。给我一波七，给我一波七啊！我们撸过去啊，刷过去，刷到他那内看不到，来了，我看到了啊！哦，漂亮漂亮，这 OK，OK 的啦！啊，天降一来了。1801没有78，没有 G8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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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， 哦，漂亮！这一波棋刷得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。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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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